行吗？弟，你这样不行。就是一个往下这么一搞就能搞定。那个插销金属做的，我觉得还得拿个硬的东西。硬还是不行哈，肯定是个硬，是个什么？比如说片儿什么，铁片儿不对。不是不是，拿个树枝就行。这撅不下来、啊，是不是身上的什么东西？吸铁石其实最好。走廊上找找，你们仨。走廊上找一找，有没有吸铁石这个玩意儿？有吗？你那里？这里反正翻了半天是没有。哎呀，这个树。哦嗨哦，有吗？轮仔，你小心哦。哇哦。往上应该是，没错。可以吗？好。你看，再往上。上，勇敢，两个勇敢。哦，厉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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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，我先进来。咱俩这边可以给他递。拿这个，弟弟。哦，对，得从那儿够。嗯，然后再过去。来，接杆。我又卡着了。他卡到这儿，其实从这儿走也行，但是这么走需要一个转角。还是走直线吧，听我的。你们别从那儿，那儿太危险了。先过一个，先过一个吧。反正这已经卡了，如果俩都卡了，那就是，就都得从那儿走。嗯，就先过一个试一个。好，好，哦，酷，酷酷酷，走你。行了。这怎么系啊？就往里一扣就行了。行，可以。小 case， 小 case， 对你。你别看底下，别看底下。我肯定得看着底下呀。你就看前面。真的还好，这比我们上次走的那个好多了。哎，干啥呢他们？Why？他把门关了，他在幽默，他在逗你玩啊。开，你别跟他逗。求你们了。你今天错了呗，我错了，我错了，我不该查你，但我怎么上来？赶紧小心头。我我的天，我的妈呀，掉渣了！你怎么这么大动静？你把窗户关上，你错没错？你错没错？你来，我来，我来，我来。